这些在台湾的异国美食，连外国人都说赞。我们带来了元气满满的日式冰烧料，哇！在台湾只有他们才有，就是别人都没有的，满满的蟹膏，我那天一口吃下去，超级浓郁。どうですか、ふみさん。マジか、真的假的？マジ。超美国神料理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